什么只剖一点点？你为什么断章取义了我的意思，让大家感觉我讲的那个什么温暖，你说是善良吧，是不是？善良跟被害妄想，对。因为我觉得被害妄想有一点。就让大家觉得爸爸就是游手好闲，在旁边那种讲风凉话，然后滑手机的家伙，是吧？不是，你知道，就是后面这个已经快要到睡觉时间，所以他现在有点崩溃。我要贵族一餐道歉餐，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必须说，我待会边煮会跟大家边聊，但是呢，我也必须先说事有蹊跷，好不好？事情不完全是你们想象的那样，但无论如何，我老婆怒了，我就是男人就是要认错，认错就对了，好不好？解释一下昨天在发生什么事。昨天就是呢，慈慧在煮菜的时候，然后蕾蕾他们被罚坐，一人坐这边，一人坐那边，然后在罚坐的时候呢，就是蕾蕾觉得为什么你要把我坐那么久，妈妈一边在煮菜。我说妈妈，你是不是故意煮得很慢，这样让我发作更久？那我当下呢，回了一句什么？这叫做断章取义。我当下是这样讲，我就说，哎，我们你根本没有要让他解释的意思，哎，他要切了，他要切了。我就讲了一句话，我说，哎，我能理解蕾蕾在讲什么，因为呢，我们家有个这个基因，什么基因？就是我们家都是很善良。我后来讲了两个重要的词，一个叫善良，一个叫做被害妄想症。所以我那时候就说，哎，会不会是我们家他遗传？我在探讨他的状态，结果当然慈慧就暴怒，然后就说：“你这家伙！”生父我本人那时候正在旁边滑手机，在处理一些事情，然后我就是一个滑手机没在帮忙的人，然后还讲一个说：“哎，我理解他的想法。”像你说，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准备某一样东西了，然后居然有种被误会的感觉，然后你知道了，就是居家防疫了。2个礼拜吗？还3个礼拜？差不多了。对呀、啊，小朋友都在家里啊，然后你知道，就是各种烦躁，是，然后他没有冷气，各种燥热，然后当你听到那个就是质疑的口气的时候，你做的要死要活，然后又被质疑，这样你就会觉得，天哪，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不好意思，你的防备就被撞断了，不好意思，这里有一个，不要去吵声音就好了。好。因为你知道他快要到那你为什么只剖一点点、嗯、你为什么断章取义了我的意思，让大家感觉我就是你讲的那个什么温暖你说是善良吧，是不是？善良跟被害妄想，对。因为我觉得被害妄想有点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被害妄想哦，所以你就想说干脆不要讲这样。对啊，就让大家觉得爸爸就是游手好闲，在旁边那种讲风凉话，然后滑手机的家伙，这样不是，你知道也不是游手好闲，只是你知道。好了，我开玩笑的，不要那么认真。对，好，我就给你了。好，没事啊，我开始煮饭了，我认真要煮饭，我们晚上不要吃。没有，你知道，就是后面这个已经快要到睡觉时间，所以他现在有点崩溃，面躁动，对，变。